日继续从第二集的楞严经，我们了解到楞严经的殊胜是在整个五阴十魔，从眼耳鼻舌身从我们的五官转为成所作智，从我们的大脑皮质专注的第六意识学会平妙观察智，还有我们下世秋世秋如何回到平等合一的平等心智，让我们整个仓库圆融的大圆净智了。楞严经有更深入的更深入的，所以我们今日能够透过楞严经来学习，能够唤醒啊。我们也看到呢，这是佛在印度的时候，所以并不是我们像北传所看到的这个照相这个像啊，其实我们都是一种追思并不是因为它的像我们是了解到佛陀的精神，在黑暗当中，他透过万佛找到的方法，发现了在印度，在2566年，曲坦乔达摩悉达多太子发现了，所以我们如此的殊胜了。所以我们今日呢，了解到呢，佛在这个世代堪忍世界里面有苦苦、快苦、行苦，甚至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炽盛。所以这些都是苦，世间娑婆世界地球就是来经验跟体验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只是来学习体验，这些苦其实是一个幻象，让我们真正的要找回自身。相对的，我们也希望透过扣钟，我们这一世能够好好的学习，将眼耳鼻舌身过去种种的这些无知无明呢，这些恐惧害怕，要学到佛陀的精神，首先要将我们透过华夏文明的文字的不可思议，我们先要愿意粉碎过去所有的这个错误的观念造成的黑暗恐惧害怕，尤其现在的文明病精神文明病或者是黑死病，重新架构核心价值了，这是粉身碎骨的殊胜了。所以我们也感恩善导大师透过白净视，里面视就是从五官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鼻子所呼吸的，舌头所填尝到的，身体所接触的，我们都要让所有的家人学习呢，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若人沾念弥陀佛，是名无上身妙禅真禅，教内分明在，教外何须莫别禅了。这是我们的善导大师，也就是我们的净土呢这位最重要的二祖所以我们持戒念佛呢，是要让我们了解到一切自然的最大公约，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这个规矩必成方圆呢，所以有规矩能够从戒整个圆满，必定能够安定下来，会生慧，会发慧所以我们看一下呢大佛顶首楞严经，我们来看一下目录，刚刚我们有看起扣钟就是归白净，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自身炉香，就是你一定要热情相信此甚深甚深的妙法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这一本的智慧呢，无非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的白净家人更能够深深了解到呢，开悟的楞严是让我们开智慧的开悟，所以我们看到开悟的楞严是楞严经不可思议，而且又非常殊胜，所以楞严经是要让我们从每一个当下了解到呢，为什么在提起这个目录之前呢，我们看一下甚深甚深妙法广恨大愿不处，甚界如来极光缘起性空极净阿弥陀佛，上座部英文的语言阿弥陀佛，在华夏文明的这个河图洛书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宇宙原因了，而且是随心埋怨心想事成生命的源头我们简称就是文字的般若，观照般若，实相的般若，叫做什么一切圆满具足的意思了所以我们今日能够从这个大脑逻辑分析来看出我们真正的楞严经是要让我们学习，学习呢每一个当下是要唤醒自身，所以我们从第二局谈到有所谓的扣钟
口中。那我们的目录是要让大众呢，一目了然，比较容易了解。第一卷啊，里面有十卷哦。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第十卷，共十卷。所以，我们来看这本《楞严经》呢，我们透过白净生活管理科学所做出来的，也希望大众能够好好的来学习看一下啊，这个殊胜的，楞严经到后来是整个三皈依，皈依给智性佛法身。佛这个文字不可思议啊，在印度当中是梵文，但是我们透过华夏文明啊，轩辕黄帝人文始祖呢创造这么殊胜，整个文字是佛，就是代表呢觉知觉醒了。所以呢，我们里面会有大放光。真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我们了解到佛教导我们唤醒人人本具足的，所以一定要学习真空，就是真看破放下，才能达到心想事成了。那我们相对的声明了解到呢，中华台湾国际身心理研究教育学会也是透过唤醒，所以我们现在在台东太麻里有名佛寺当中是能够完全呢正式回到我们佛陀的本怀。所以呢，大众看一下，我们也都是释迦主穿的衣服，大家都不是宗教，大家都是一家人啊。所以我们希望说，从这个序分里面啊提起的这个大众能够都像家人一样，没有这些宗教啊宗教这方面的这些问题了啊。大家都是来自于生命的源头啊。所以这一分我们大概提起这一本经的书生是阿难，阿难示堕啊，如来垂救啊，宣说神咒啊，所以这边也提及到的所谓的这个啊正中分啊，甚至我们这个正修啊居士成佛的妙地，还有就是阿难的这个请地啊，如来的答地啊，这是我们今日呢，我们能够悟密因啊，大开眼界。再来呢，出消道想啊，虚空如来藏。再来是赤破所执妄的心。再来是破妄事无处啊，七处的破妄。再来是破执心在身内，还有破执心在身外，还有破执我们的心前。眼根，还有破执心分明暗，破执心则随有，还有破执心在中间，破执心乃无所，是妄是非心啊，破妄是无体，显示所疑真性，今见如来藏体，可就根性直指真心，待妄显真，实般显见，显见是心，显见不动啊。这就是我们第一卷大概里面最重要的内涵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显见不灭，这是第二卷了啊。再来是显见不失，显见无缓啊，显见不转，显见无碍，显见不分了。这是我们要学习佛经里面为什么要从楞严经当中这么清楚的让我们学会，是因为我们大脑里面要如何透过逻辑分析其实妄就是从大脑，我们如何从大脑跳脱出来呢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也是所谓的这个显真超情显见离见，破妄出真别业妄见同分妄见，还有慧通是可即性常住会五音及常性或障性卷二，这是以上是卷二那我们进一步的第三卷会六入及障性，会十二处及障性，会十八处及障性或念常性在这边我们就念常或障，眼张其荡即性圆融这卷三大概卷三的内容了再来是赤神除细惑说恶如来掌复楼起二仪
一万法生续之因，以五大圆融之故，佛说不空如来藏，以是生续之由。再来，事相相续，众生相续，业果相续，佛说空不空藏，以是圆融。坚是阿难，令从耳根一门深入，显根直入，是不生灭为本修因。再来是二决定义，决定以因同果，正左入持盘意，这些都非常重要的。再来决定从根解决，决解脱禅入圆通意，接下来是是生灭之五所，再来是背显六根的功德，再来是生根结由区，这是我们的卷十了，再来是明解解无二，说经以是论事，再来诸圣略说圆通，六根六尘圆通，五根圆通，六识圆通，七大圆通，这是卷五的内容大致的啊。再是观音眼广成圆通，耳根圆通，三十二应，十四无畏，四不失意，佛是文殊卷折圆通，道常加醒，明根本戒，是四种清净明慧章。我们的断淫，我们了解到呢，断淫这个是断淫，再来是断杀、断道、断妄啊，这是卷六里面的内容啊。再来是明诵楞严咒的这个智习，再来呢显通显道场的仪轨，众说神咒。说咒的礼，还有是呢说正位令住原定，直取菩提，再来是释然缘起，片成轮回，明众生颠倒因，明世界颠倒因，别名十二类众生相，这是我们第七卷的大概第七卷的以上所有的内涵了，这是为了要让我们的大脑里面的逻辑分析唤醒我们本具足的，所以会有这个续分大略呢让大众十方大众跟白净家人能够来学习了解一下有概念了这续分，我们越能够清楚对整本楞严经一目了然。接下来是我们的透过世境缘起世境缘起历成诸位，再来是总名三件事，未能辅转之行，别名菩萨诸位为所辅之后，通事全经名目，诸道别想护定要法，谈七趣欠离以景浅烟流略是情想为生最根由，实习因再来是六交报，再来是详事堕生有因果差别，再来是地狱的趣，再来是诸鬼趣、畜生趣、诸人趣、诸仙趣，还有诸天趣，因一界天，这是八卷里面所有的内容但是舍戒天，再来是无舍戒天，从这个修罗趣，还有这个是变无魔令世以护堕落，再来无问只说悟因魔境，摄因十种魔境，再来是受，刚是摄。虽然是受音十种魔境，但是摄音十种魔境，接下来是响音十种魔境，行音十种魔境，这是整个第九卷的大意再来是声音十种魔境，
音请正于古音声，达升起妄想，达因果深浅，达灭除顿见。最后是什么？流通分，这整个第十卷圆满了。所以这是我们楞严经，希望透过呢，在做整个大脑的唤醒的当中，就是要让我们了解到楞严经从我们的日常生活，科学重复简单，终究是会明白之后回到自身。所以我们看到皈依百境啊，比如说甚深甚深妙法，广恨大愿不除，身见如来极光，缘起性空。极净啊，这是我们归白净啊，非常殊胜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炉香乍热，就是我们一定要有积极热情啊，这个热心啊，燃烧出 ATP， 炉香乍热，法界蒙熏，就是说这整个都是在法界。我们用心理学，它就是一个精神面，你的精神都能够端身振作，楞严海会西摇尾，所有的在楞严经这个智慧中，我们会因为我们的精神的恭敬啊，随处皆祥云。在当下，就像我们细胞神经血液细胞刹那都能够展现出，就像一个水晶啊、钻石投射出来的。所以我们至诚恳切承运方心啊，方音诸佛现全身，诸佛就是代表所有的高灵，或者是我们细胞里面所有的圆妥妥的白净了啊。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啊。三称，我们可以三唱，那么香云盖菩萨摩诃萨，那么香云盖菩萨摩诃萨。那这些大众呢，就如同这些无边无际的这一些高领，那因为佛发的愿太大了，这个娑婆世界是一个坏苦，苦苦无量的苦啊，八苦。那因为佛，也就是我们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导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是人天导师世身之父，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发的愿就是要让这个五浊恶世，透过每一个当下都能够呢回归西方极乐佛国，透过呢明白是性本具足了。所以师尊了不起啊，我们的老师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亲教师，全宇宙当中呢，连这个国际专用的这个数学通序的这些科学家都非常认同的啊。所以我们也感恩，这是我们在华夏文明当中武则天所写的啊，开精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自在在周朝，周朝的时候就是武则天啊，所以也因为他非常认同佛法，所以呢我们历经呢期待着皇帝呢，我们到整个高中，甚至到了武则天之后，佛法就是国教了啊，所以他的将领是要什么？拔除啊，应身无量，度脱众生，拔济未来佛了。所以我们期望大众能够好好的重置身，人类人民受苦受难啊，所以呢拔济未来啊，与诸尘累，也是代表呢众生在我们千年暗示的明灯，我们感恩这个明灯就是我们的清教师，也就是全世界呢共通，不管是通文通序的这个数学大科学家，大家呢都完全赞叹的。所以我们透过呢这一本楞严经，也了解到呢此经的殊胜。我们看一下呢这本经典当中有提起到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体。好，这边整个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疗愈诸菩萨妄恨守楞严经第一卷啊，这边有告知我们的，我们要学习，学习呢佛的大慈大悲里面当中是要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这边是由唐朝啊，这个唐朝天主啊，这个沙门波那密地啊所翻译的，再透过我们的这个这个所谓的有一个
乌龙果沙门啊，沙门这个米切释迦啊翻译的语录，甚至从我们的，因为这个字非常非常小啊，所以你们会看得不清楚啊，但是没关系，我希望到时候呢我们也透过这个文字啊让大众了解。现在网络非常进步，你可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第三行，这个是罗浮山啊，兰罗是沙门啊，这个是怀迪正路啊翻译的，再来是菩萨戒啊，这些弟子啊为正义大福同舟啊，苏门下平辈啊，这些是清河黄蓉啊，就是黄蓉仔，黄蓉宰相所翻译的啊，所以这的书圣是要让我们真正了解到呢啊，这个内念经啊，它的书圣为了要从这个第一卷呢，是这个叫做起教的因缘啊，因缘，那我们要好好的呢了解到呢，佛法是不离开世间卷，整个宇宙浩瀚都是在我们人体里面，所以这是人体图书馆整个发源地，在台湾，台湾之光将无量光无量寿36万亿119500通明通号大众所赞叹的，大众能够回到我们自身。那楞严经也是我们在学习佛法当中呢，它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开悟的一本经哦。那学习楞严经最重要的，我们要了解，我们是从我们的基因来改变了。我们首要的楞严经里面当中，我们基本上这些清净明慧啊，是要让我们去疗愈，能够清楚，你才能够走得出来。所以楞严经是一本开悟的楞严智慧啊。我们也希望透过白净就是本来无一物，但是要透过知识文字般若找回观照般若，来实际的透过理解真理，我们会融入在自身，在主角能够运用在日常生活。所以我们的心态就是要有圣洁、纯净、柔软、谦卑、谦的相信、觉醒的心来好好的从自身来做起从这个楞严经里面，我们对更深的这个心理学，我们就可以融入了。比如说，还有这个哲学。都需要透过我们自身，那你自身要开展出来，一定要了解到我们人类自身本身是神经血液细胞，所以到后来白净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从我们的这个ATCG也因蓄积，就是从我们的染色体 DNA RNA， 尤其 RNA 它是透过我们的性，就是华严经说的道远功德母，那 DNA 是已经序列是固定的，比较能够改，很难改，所以这些习性都是要我们要听经闻法。那我们感恩呢，在华夏文明呢有这么殊胜我们从一个灵虚微尘当中就可以开展出这些细胞里面的重重无尽的智慧。那这些细胞无非就是要从我们自身里面，从我们的动脉、静脉，甚至中医所提起的就是经络这个脉就是我们每一个的法脉，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法脉是本具足的无量光无量寿。所以在我们的自身里面，因为文明病就是自律神经的问题，造成我们交感跟副交感无法放松，所以这个世代能够学习从楞严经能够深入之后，我们就能够了解到宇宙生生不息的阿弥陀佛代表是什么，代表就是一个生命宇宙的大能量。宇宙的大能量，我们会从我们每一个当下了解到宇宙它的四大能量，是要让我们更加的来学习。因为楞严经它从过去所有的古大德都是从我们自身里面，所以自身里面就是要有超越的智慧。我们怎么去做超越呢？就是透过所谓的万有引力重力电磁力、强项作用力、弱项作用力，从我们自己这个饶场启动这个宇宙大能量呢，从自身来启动。那我们今生能够呢有机会听闻
这个楞严经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兴许，好兴许。那这本楞严经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家人啊都能够学，能够唤起兴许的啊。我们有正确的因，才能够呢真正的找回圆满的果了。那今日是能够透过楞严经，是要从我们细胞和核心，我们身体里面呢，就是一本如此殊胜的图书馆。就是说里面隐藏的是宇宙浩瀚的所有的智慧，那如何去唤醒，就是一定要深入佛法。所以白净法里面就是要让我们深入佛法当中去找到自身的。所以透过今日呢，能够在创造生命的奇迹，也希望这个奇迹就是要给所有的十方大众白净家人。您是否感受到呢，身为人类，尤其是在中土，就是在中华文化的台湾之光，能够呢真正的呢唤醒觉醒，朝圣全世界呢，开展盘古开天辟地，新天新地，新的文明，新的智慧，新的智慧，新的人类，新的 DNA， 新的佛果，由361,119,500同名同号的这个无量光无量寿，这个光源呢，就是代表白净创寂光，就是阿弥陀佛了。所以我们今日呢，能够完全相聚在这个空间，就是我们所谓的南瞻部洲娑婆世界的地球啊，在台湾，我们一起朝圣、朝回，唤醒我们心佛众生尚无差别的每一个众生了。祈愿我们好好的接续，能够从楞严经当中五蕴石磨，在学习真正的富贵的华严，真正的成佛觉知觉醒的人类，从阿弥陀经里面就可以开展我们来去之路了。今日我们能够重逢，了解到呢，只要我们唤醒本具足的，不管现在生病或者是不顺不幸，真的是受苦受难的人有福了。只要你愿意好好的呢放下自己，我执法执，重新心识唤醒本不生不灭的，透过这些学习体验经验，找回不生不灭的智慧了。期待我们再次的从楞严经来找回自身，感恩今日圆满在启航